老花一开箱评测第17期啊，首先呢给大家稍微 get 一下呢，这个呢又是来自于郁金故里花乡宿阳，就是一个宿迁宿阳那边的。然后呢很多的话说那个宿迁的苗不行不行怎么的呢，你看到啊，它只要是包装上面带有这种监督电话的这种签儿，都是经过这个有关部门备案的，像这种商家呢还是比较靠谱的。所以说呢不要一竿子把所有地区的人全打死了，虽然说在那边是吧，大家也都知道大环境不怎么好，但是还会有一些商家呢在用心的在做事情，好吧，希望大家本着咱们一个宽容的心态去看一下。然后呢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啊，13.8元，包装的话呢中规中矩啊，送了一袋氨基酸通用肥，是吧，这个氨基酸肥料有的话问我是个啥，氨基酸的话一般的话就像有机肥一样，其实羊粪里面也含有这些东西，好吧，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。这种送的东西呢就是花人家这个卖家觉得好看，其实也都不怎么值钱，有用吗？有，但是不建议大家就长时间的使用，对吧？好了，咱们接下来呢开一下包装。其实我们卖花卖花的时候也是有的花老问我，老花姨你送不送肥料，我说我真不送，我说你要么就自己买，一个肥料挣不了多少钱，一个花也挣不了多少钱，送你的有啥，对吧，你要13.8元的不可能送你十几块钱的肥料吧。哟，这个包装还挺用心哟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吉利红啊，这是天南星科的，是吧？非常不错的一个，咱们就接下来给大家打开一下。像这种彩叶类的、观叶类的植物呢，大家养护的时候你就当成绿萝一样去养，对，没错。看一下用的土，其实这种苗子，真的不贵啊，真的不贵，而且13.8元的话中规中矩，这个商家看样子呢就是正儿八经的在做一些事了，好吧？也给这个坚持做事的一些个同行点个赞。现在冬天啊，我不发花了，我天天在网上评测别人，我看看有哪些老板年轻。我是以前发花的时候总冻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今年我就停的比较早，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又会大量的卖花。泥炭土非常哇塞啊，苗子很好，根系很健壮，好吧？有一根断了，丝毫不影响。苗青的话能够给到90分啊，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分数。很多话我可以看到这个土啊，都是泥炭土。现在呢它是一种主流，这个泥炭呢我不止一次的给大家推销，因为我正常我也在卖，很多的不法商家呢会掺一些椰糠进去卖，这个泥炭土确实是好东西，好吧，咱们就入盆吧，给大家说一下它的一个正常的养护。那咱们在收到这种裸根苗去种植的时候呢，就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小讲究了。首先呢咱们要找花盆，找花盆的话不要找太大的了，我在那个我们这边找了一个就是这种已经是很小的了哈，已经是很小的了，不要太大了，可以再稍微大那么一号，因为我这个我不大不小的，再大一号的就这么大了，我就觉得嘛稍微有一点点大了，因为现在天冷不利于它的一个透气性，我们找了个小一点的花盆。接下来呢就是弄土了，土的话我用的是我们家卖的这个进口的通用土啊，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以泥炭为主的，因为呢现在天气冷，再加上是裸根苗呢，我想着就是让它更通透一些，我就加了一点点颗粒，当然了大家不加也可以哈，完全看一个人的一个养护了，我稍微再加一些颗粒进来，这样的话透气性会更好一些，大家可以看到有颗粒的话就会更好一点。接下来咱们就入盆，入盆的时候呢就是先垫一点点底土，然后呢咱们在种这种的时候呢尽量把根系稍微给它掰开一点点，给它里面包裹一些个东西，省得它空根，根与根挤在一块没一点好事，没有一点好事，稍微给它掰开一下，就怕下面空的根，空的根到后期养护起来就费劲巴瞎的麻烦。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种好了，期间呢是没有用任何肥料的，当然了如果说您比较担心就是不容易浮盆的话呢，你可以用一些类似于101啊或者说生根粉之类的东西激发它一下，这个是可以的。另外呢就是注意温度啊，这个低于5度基本上就全冻死了，所以说呢温度要略微高一些。再一个呢我是害怕日后的一个烂根，因为天气比较冷嘛，防大于治，我就给它用一点点的这个小粉药给它防止以后的一个烂根就好了，其他的没啥了。日后的一个养护哈，大家就是说可以给一些光照，好吧。再一个就是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长得比较高啊，有的话说长得比较难看，它现在是它最好看的时候，稍微大一些肯定就难看，就是我老是跟花友们开玩笑说我小时候可好看了，有话说你现在也好看，
好了，简单的就比较简单啊，这会的不难，难的不会，这个真的没啥可说的，就跟绿萝一样。好了，一篇关于它的一个养护啊，献给了大家，觉得不错嘛，记得点个赞。另外咱给这个评分的话呢，能够也是评到一个很高的分数，能够评到90分，毕竟13.8块，是吧？宿迁再一次挑战成功。好了，我是老华一，眼花最专一，咱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